开始吧。买东西见。婆婆，因为下雨，我又感冒。等一下，开始。我生病了，天又下雨，所以我就不去了。我下次再去。好了。再讲点其他的吗？我下次给你买好吃的。我下次给你买那些玩具。你说你干嘛了？被打了。嗯，你干嘛了？我说你。说嘛，快点。你说婆婆，我再也不翻。快说。把你手给婆婆看看嘛，被打的。那个手呢？他没看见，叫公公婆婆好，公公婆婆好。我看一下照片，开始吧。那个恰恰的流，那个恰恰的流，汗水流下的墩墩。好了。唱的什么乱七八糟的？那唱个你会唱的呗，唱个英文歌呗。嗯？拖拉机，拖拉机，你在我身边。拖拉机，拖拉机，你在我身边。好了，我要看一下他唱。